不认识我这两把枪？老子才是李向阳！俺是李向阳！我是李向阳！我是李向阳！俺是李向阳的老婆。麻利点啊，住手！大哥，奶奶的老二八子，我打狼你吃肉是吧？啊，大哥，兄弟不敢跟你抢，咱们二一天中午行不？老侯，老侯，队长说车上的东西都得留下。人家也打了，咱总不能独占着吧？这是江湖上的规矩。包哥，啊，车上的东西多。老二八子，这仗咋说也是我们打的吧？你吃剩下的不冤吗？不，大哥，你是老大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兄弟们，把这两箱搬走。是。大哥，你要是闷了，就到兄弟们那儿去，别跟着他们太累了。咱们有啥呀？咱在这快活得很，带着弟兄们走吧。啊，告辞了。老大，你把东西给他们了，队长骂咱咋办？他这里边装的啥呀？这事别说了啊。二位兄弟，按道上的规矩，每人先拿几样，谁先抢着算谁的。快快！大哥，保重啊！再见。快走。哥，这个这吃吃的，吃的呀！哎呦，我的妈！我啥？啥？我问老侯去，能吃不能喝拿来干啥呀？老，啥？老这是啥呀？奶奶的，这全是日本女人。富宝，喜欢不喜欢？等咱端了送你老窝，把那些日本女人都抓起来，瞅个表现好的，给你当媳妇行不行？啊？俺不要，这些女人都没俺家媳妇好看。难道不知道装的啥？奶奶，你岂能找你啊？老忘了把信号了，快！你放，你看，好样，撤！这边撞的，哟西，让他队休息。李小阳今天一定死了死了的。嗨，明知道李扣要有埋伏，还让我走那条路。要哪个搞我孙子？西东，西东啊！我得不这样子的话，李先生的不出来。哼，你为了抓李烤药，借用我的实验品做诱饵。算了算了，那个高先生，你得的东西，我得一定帮你找到。哦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。那是我多少年的研究成果。嗯，它的威力非常的大。哎呀，你的东西。有我的两卡车手榴弹威力大吗？你在侮辱我！
我研究的是细菌蛋，瘦肉蛋根本和它无法相比嘛！一旦把它打开，就会有数万人会死去啊！哪里？那是我新研制的细菌，还有呢，笼子里的八只白鼠都是我用毒料慢慢的培育的嘛，可现在全都没有了。也得给个马先生，是吗？有了细菌，明天可能找到。等你找到就完了。这个细菌弹一旦泄露，连我们都会很悲惨地死去。这怎么回事？来，你们三个出来，出来！来，把衣服脱了，脱衣服啊！脱！把你帽子摘，摘了。不是我的帽子，我能像他那么出去？没傻啊，这是没傻。鞋子，我鞋子脱了。谁喝我什么？到。好小。耶，奶奶的，你还藏一手你？行啊，啊，都可以。给自个儿藏这些东西都够本事的，啊？还有什么东西？没了吧？好像没。还有什么说？还有俩箱子。你咳嗽什么呀？啊，呛着，呛着。什么箱子？颜色跟这个差不多，比这个大。放哪了？让那些土匪给分走了。那啥，那个老二八子带着队伍把那辆车给截下来，按江湖规矩，咱总不能让人家吃亏吧？他就拿了两箱子，其他咱都留了，是吧？嗯。谁让你？谁让你给他的？你这咋了？你咋了呀？你这是？队长，这不怨老头，都给我闭嘴！队长，到底咋回事啊？咋了？你们三个啊，睁开眼睛看，为了掩护你们，我们在前面差点没死了。你们三个倒好，给自个儿藏东西，忙着藏东西，还有脸说？小娘子，别放火啊！娘，你别管。还有，不管。雷怎么拉的？我，他说我像女人，我想立个功。你喝酒了？没喝多少。这时候你还喝酒？啥也别说了。我让他喝的。侯组长，从现在开始，我武工队没你这个人，我这庙小装不下你。走。好。好。你别冲这兄弟发火，都是我的事儿。今儿老二八子还问我，在你这待的闷不闷？我舔着脸说，不闷，快活着。我这打自己嘴巴，
李向阳，反正我在你这儿待腻了，从今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老欧，你别了，大路长边，各走一边。队长，你们俩老老实给我待着啊，这些东西没有命谁都不许动。老二八子带着东西奔哪边去了？好像往山里跑了。奶奶，你还成宝贝了是吧？喂，你干啥呀？队长不让放。奶奶，你就知道队长说啥你都听。我就放了，咋的？不让放，老子就放。活该耗子咬你。小郭，听奶一句话啊，别跟李向阳混了，他这人不仁义，跟大哥我走吧啊。走啥呀走？队长让我看着这群耗子，现在全都跑了，我准挨骂里外不实。所以我让你跟我走嘛，跟我走就没这些事了嘛啊？跟我走不走？不走。好，有一天你小子会后悔的啊！你干嘛去啊？我找老二八子把那箱子要回来。那铁罐里是什么？是细菌弹，柳川都快疯了，松井也吓得够呛。细菌弹？这可不是普通的细菌，柳川研制出了一种毒性非常大的东西，那两个铁罐如果打开，方圆几十里的人都得死。李队长，你一定要马上找到那两个铁罐，一旦泄露，那死的可不是几百人几千人。我得马上去找侯德章，只有他能找着老二八子。哎，等等，还有一群白色的耗子，你见着了吗？见着了，在我们那儿一共有八只，也带有剧毒，一定要看好他们。这柳川就是一毒网，我马上回去。哎，千万小心，绝不能失手。上次小郭打你，他不了解情况。没事儿。这上面有骨头啊，这就怕了。这他妈小日本这东西就是他娘的怪啊！把它交开。哎，撬开没有？二哥，这铁皮太硬，撬不动。行了行了，那手榴弹把它炸开。哎。哎，等等，在东北军的时候，好像在哪儿见过这个标志。咱们的弹药库，还有不让去的地方，都有这种骨头。哦，对对对，好像是。对，你说小日本把它当成宝贝，这玩意儿一定是好东西。咱把它留着，等哪天还能换点什么东西。哎，谁呀？啊，大佐。木兰老师，太郎，お願いよ。为什么呀，大佐？木兰老师，我的，
罪有应得。我得后悔的，不行不行的。王兰老师，我们的可能不会再见面。大佐，金明宝，开心。哎，大佐。出师未捷身先死，常使英雄泪满襟。杨大哥，告诉三三，求你出之我，我得迷失了你身上的工作，我得愧对我的师弟，愧对他呢。哎呀，太子啊，你丢细菌弹的事，我是不会向总部汇报的。只要你在军部了解情况之前，你把丢失的细菌弹抢回来，然后再把抢细菌弹的人统统给杀掉，就万无一失了。嘿，请请。杨大哥，给我站站！太子，快请请，快，太子，飞，我得一定报答你，给我站站。细菌弹就丢了一天，不会出这个范围。我得一定把细菌给你抢回来，否则我得死的不明眼。啊，在在。哎呀，向阳子，你可回来了。娘，这咋了？谁病了？这小官啊，又拖又拉的，从昨晚上就发开烧了。哎呀，可能是受风了。你快看看去。快去看看去吧。哎，小郭，你咋了？队长啊，别起来，躺下。我难受，浑身。哎，这咋都黄汤了？你吃啥了你？啊？队长，我老胡他走了。你好好歇着，别想那么多了。那些耗子呢？没了，昨晚就没了。这耗子咋跑了？队长，那些耗子它咬我手，我一着急就全放跑了。全体集合！今天被放走的那八只白耗子是鬼子研究细菌武器用，身上都有剧毒，现在小郭已经被咬伤了，不能让他再祸害老百姓，必须一只不剩的给找回来，听见没有？听见。马上行动。是。带毒。我们还是找你先走。富贵，哎，好，你咋回来了？我们瞧着老二八去了，想让队长说一声再走，咱不是不刺着别的人啊。队长，这是村里呢。嗯。哎，你们折腾啥呢？队长说啊，那箱子里八只白老鼠带毒，让咱不许开枪，一只一只打死。耗子带毒？啊，带啥毒？带啥毒？咱也不清楚，反正跟那个。鬼子那个什么菌有关系，小郭给咬伤了啊，现在还在里面趴着呢。啥？郭儿，郭儿，郭儿，老愣子，你回来了。你这咋了？咋了这是？啊？没事儿。老侯，啊，你别走，大家都想你呢。郭儿，哎呀，咱是闯下祸的人了，
不是咱说走就走、说留就留的。我没跟队长说，是你放的耗子。我说，都是我放的，你别说漏嘴了。孤儿，孤儿，这满山遍野的逮耗子是吧？孤儿，你放心，哥一定把这些毒耗子逮给逮着，一个个杀了他们，给你报仇。你先歇着啊。够香。奶奶的，我看你往哪儿跑？奶奶的，这白的回来了，野的也跟着回来了啊！老浩，你搁多少香油啊？闻着我都想吃，瞧他们吃的香。那你跟着吃吧。他奶奶这白的跟黑的混在一起，还真不好数了。一个白的，两个白的，三个白的。天才啊，老侯！哎，我说到哪儿了？你给我说乱了。你听我说，专属白的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七个。真是七个？七个。奶奶还差一只。还有一只已经被我打死了。在院里，富贵，哎，把他们拿出去烧了。好，烧成的灰也得深埋。好，你咋又回来了？耗子是咱放的，小郭被咬伤也是咱的错。事情咋成这样了？侯子正，郭小北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跟你没完。老二八在哪儿？不知道。我找了半天也没找着。我告诉你，老二八子他们抢的那些铁罐子里边装的都是细菌，只要撬开露出一点来，附近村子的人都得死。啊，有这么厉害啊？你好好想想，他们平时在哪一带活动？必须在他们撬开那铁罐子之前找到他们。好好好，他们应该经常在西边的山里活动。还有八方镇、西下村一带。哎，小赵，到，把马牵来。是，我跟你一起去吧。你别去了啊，小郭还得人照顾呢。老侯，昨天骂你的话有点狠，别往心里去。是咱不好，你骂的对。我这心里也挺难受的。我咋一到你队伍里，竟给你添乱呢？因为你顶多算是个草莽英雄，算不上一个合格的战士。啥？我也当兵这么多年了，好歹在东北军也是个排长，我不算合格战士。在我们队伍里，一个合格的战士是要服从纪律。一个人打架靠的是本事，一群人打仗靠的是纪律。要所有人都像你这样，我们早就被鬼子打垮了。我的首长老跟我说，铁的纪律，为啥是铁？你好好想想吧。铁。郭儿。好啊。啊。来，给他喂药吧。我来。来。郭儿。来。吃药啊。郭儿。吃着，病就好了啊。郭儿。郭儿，张能张嘴吧，郭儿。张嘴，郭儿，张嘴呀、啊，郭儿，快！哎呀，奶奶的，这毒耗咋这么大的毒性啊？郭儿，郭儿，小郭儿，郭儿，孩子，你能睁开眼说句话吧？啊，郭儿，你别吓唬咱成吗？咱老侯以后不欺负你了，行吗？你睁开眼，行吗？奶奶的。
萨老侯一辈子没欺负过人，没对不起过人。姑儿，咱对不起你啊，姑儿，姑儿。大哥，老三，老夏，看着一队扛着枪的人奔哪边去了？在那面。我的枪毙了你！再派人，方圆五十里内第一点去搜索。太子，已经过了一天了，细菌丹地还不是没有找到。再这样拖下去，迟早会泄露嘛。还有我培育的八只白鼠，一定会出来伤人的。亚德格高瓦先生，如果有人的中毒了，怎么办？哦，那一定是生还不如死啊！除了吃我的解药，否则其他的什么也不行的。亚德，三总，去县城的医院，给我控制起来。嘿，哦，你认为他们会自投罗网？哎，李小阳，我的了解的不行的，他的绝对不会让他的战友痛苦的死去。哦，所以你要在医院加派人手。走，这个在中国的就叫做守株待兔。猪守株。木兰老师真是好手艺，每次做的菜都不一样，但是都特别的好吃。渡边队长夸奖了。哎，木兰老师真的喝不了了，喝多了。那您就再吃点。哎，木兰老师，哎，不吃。哎，木兰老师，我有一个中国的成语，要向你请教。哦，您说。是大佐让我仔细地琢磨的，说这几天一定会能用得上。可是我想过来想过去，怎么的也想不明白。那是什么成语呀？猪手。哎，不，守株。哎，守株待兔。守株待兔。哎。小郭，醒醒，快醒醒，小郭！怎么了？郭儿，你看怎么了这？哎，老侯，你干啥？哎，富贵，备车。哎，老侯你要去哪儿？备车。你们看，小郭都这样了，再不治人就没了。我带他到城里去看病。不成，就要等队长回来再定。奶奶，等队长回来，人就没了。这个事儿我做主，要杀要剐，随着李向阳那边，让开！哎呀，现在鬼子丢了东西，查得正经，你进城不是送死去吗？那就眼睁睁地看着小郭死，是吧？你们怕死不救，我不怕死。你别说松井的县城了，就是衙门的地府，老子也敢闯！让开，备车，富贵。老侯，郭儿，坚持住啊！哥马上带你到城里去看病啊！坚持住。几位兄弟，咱老侯不是东西，老是连累大伙儿。这回我要不把小郭救活了，我也没脸回来了。老侯，你非要紧什么，我都跟你去。别，弟兄们，别，兄弟们的情谊咱老侯心领了，咱知道你们个个都是英雄，都比咱老侯强。可那么多人进城反而更不方便了，就让富贵帮我赶车就行了啊。我还去啊。老侯，你就听我一句话，还是等队长回来再说吧。人命关天，命不等人了。等队长回来，好好跟他说，就说我老侯最后一次不听他命令了。拜托，富贵，
走。我肚子疼，我奶奶又跑拉稀找茬了，你。好，快点。叫，兄弟们，回吧。叫。杨先生。木兰老师。这是干嘛呀？这么多人干嘛？都是城里的医生，土医生、杨医生全给带来了。哦，那这干嘛呀？不能说，不让打听。哎呦，你看真不巧，我身体不舒服，正好还要去看病呢。你哪儿不舒服？哦，没什么，我招了点风寒，想找个医生瞧瞧。那您现在只能去城关医院了，现在只有那儿的医院大门是开着的。好，谢谢您。哎，那我去了。哎，哎，这不像医院吗？这个，快！叫！咦，快过来帮忙！哎呀，小心点啊，在门口等着。好，小心啊。差不多，狗日的小日本他妈够狠的啊！什么东西那么毒，老三就被耗子咬了一口就成这样了。你把那些箱子放哪了？三号。大哥，老三撑不住了，我先进去了啊。行。你们都别进，在外面不行。老三，在外面待着。老三。进去一个人行不？瞧出来了，咋办？不成就拼了。哥，咋办？没事了。站住！
拦着，他早被摁住了。奶奶，我把他给落在门口了。先走啊！哎哎哎哎！哎，别不要放我！看病了，快走，快点跑！走！哎走！好的，不行不行的啊！不用太拳太拳，我肚子疼，心难受，我还有脚气，我肺痨，我来看病的我。别走！不用，我看病的。我马。老婆，你赶快想办法住上，小郭不强，我得留在城里想办法。夏阳兄弟，我对不住你。现在不说这个。不，你听我把话说完。军车没炸着是我的责任，药罐子丢了是我让老二八子拿走的，然后是小郭被耗子咬，现在富贵也没了，这全都怪我。老婆，这些我也有责任。队长，我侯德章不是个东西，我连累大伙了。你先出城吧，啊！你干啥？我留下来陪小郭，想办法找到富贵。如果他们俩活不成了，我也没脸活了。老侯，向阳兄弟，我想明白了，你说的对。一个人打架是使蛮力，打仗是靠配合。是靠纪律。如果这回我能带着俩兄弟活着出去，我一定听你的。我相信你，可你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儿。啥？你必须尽快找到老二八子和你那帮兄弟，说服他们把铁罐交出来。那这帮人平时也惯了，只有你的话，他们可能还会听。那小光跟富贵呢？这儿有我呢。老侯，你记着，你那事儿更重要，关系到方圆几十里老百姓的死活。还有，一定要抓紧，老三被宋锦抓了，没准他会吐口。嗯。
快去。老婆，如果富贵、小贵，我们这几个兄弟还能活着聚在一起，要抱这么团大鬼子。快去。尸体焚烧掉，要深埋。哎，平安无事喽！小时候听咱的爷爷讲啊，有一个英雄叫李逍遥，双手